接近2000尺的四房商套，一个巨型的厅，巨型的主人房，巨型的厨房，巨型的向海露台，只全就4-5万元一尺。你估下发展商有没有机会突破高位？我们现在就看一件1991尺，接近150平，位于启德城中心的天使天的 Pit Tower 海景大宅，四房两套。这个厅呢就有个 private lobby， 一个女字型的厅，还有一个118尺的露台位。我有个同事计个数，如果真的40万元尺，这个露台位讲的是460万左右，差不多一间居屋价。我们入去看看这个传奇的物业，就它做了一个无形的 lift 啦，你看到很高贵，金色再加两色的下面，好像 iPhone 式咁对角设计，基本上两部 lift 都可以作为一个私人 lift。 这个有些人说是换座，即是坐在这里换鞋，隔离就有些鞋柜位，同埋呢啲都有啲收纳，整个空间都有唔同嘅柜，除咗摆衫、摆鞋、摆随身物品之外，仲配备咗空气净化机，除低所有嘢，先至推开你嘅双子大门入去呢个超级大嘅厅。佢双子门都有啲特别嘅设计，有个把手啦，然后有个木色纹啦，又有个云石。呢个厅就系一个女字厅，呢个就系饭厅位置，真系好大。你可以行远啲，你见到我整个人好细，同埋个楼底系超级高，3米5高。然后个露台位咧就用双趟门嘅，推开佢，成个118尺嘅露台你都可以用得翻。佢系用一个弧线型嘅，就模拟翻个海浪。咁呢度跑马就未必得，碌拎绝对冇问题。同埋佢呢个层架又 upgrade 咗，你记唔记得嗰啲三房咧系一条女钢边啦？但呢度，佢幫你鋪埋個雲石，個卡士又升入咗。如果你正常你擺兩張凳、一張茶几攤住喺度，望住向南嘅海景，夜晚再望埋個煙花景或者萬家燈火，超級正。咁呢度就特別少少啦，一個乾燥機有得控制温度。我哋先睇咗廚房先，我好鍾意廚房嘅，因為見到一張吧台，又有兩張凳，小朋友或者大人早餐區喺呢度食，食完之後就可以返工啦，咁唔使再有一個廳度。廚房就分為兩邊格局，一邊就係煮嘢，另外一边就洗嘢同埋切嘢，洗手盆都够大，配埋伸缩嘅水龙头，洗啲大镬就相当就手，而且佢系隔窗，呢边采光都非常之好，上面就有啲收纳功能啦，下面就有一排柜同埋洗衣机，太子嘢。另一边嘅厨柜就陷入咗酒柜、蒸焗炉、各式嘅名牌炉具，双开门嘅雪柜，呢个牌子叫Bosch， 就好出名嘅品牌，冷气机嘅分体器啦，你见到三部大型嘅电器摆咗喺呢度，仲做晒啲保护网，方便维修。豪宅必备就系工人房，一定系配住个厨房，因为大部分时间工人都喺个厨房里面做嘢或者执嘢，仲有自己工人厕。工人姐姐嘅另一个工作区就系通往玻璃或者垃圾房嘅地方。发展商都好善用空间，做晒两边大柜，好多收纳。佢呢个烫接门烫完之后咧，拉落嚟。挂衫、晾衫用嘅呢个门咧，就去翻个垃圾房。我哋睇第一间套房入嚟啦，有奢华。呢间就系陶瓷啦，比两房三房嗰啲仲有 upgrade 咗。你见到啲混石面都唔同啲嘅，色调就系白色、黑色，好高贵嘅一个颜色，睇上去就超级靓，当然系超级贵啦。不过啲豪宅唔贵都唔叫豪宅。呢间房应该唔系主人房嚟嘅，你见到普通房都咁大咁高，摆完张床之后，其实任你转都得。第二间房比较长身啲，阔度应该大概2.1米。然后有个假天花啦，如果你收楼嗰阵就要谂下点样设计啦。通常都系将床扣一边摆，望住个海，呢度就可以摆张学习台，然后呢度就摆衣柜。下次佢好得意嚟加咗一个安全扶手，惊啲小朋友啊老人家，咁就有个扶手去抽住，都几贴心嘅设计。推入嚟就一个淋浴嘅区，然后做咗啲壁暗，可以摆下啲冲凉用品。第三间房长度同头先嗰间差唔多，只不过再阔啲，同埋冇乜天花位。呢度就主人房啦，主人房超巨型，我未见过，我真系未见过主人房系用两部冷气，我唔知佢几多匹啦。你见到佢系接近方形嘅，然后一个 L 型嘅转角窗，成个窗出面就是海景嚟嘅。摆位上就相当好嘅设计师，通常啲豪宅客都有要求嘅。有呢度就用趟门啦，都系一个好重手嘅门啦。
烫完之后就是一个好奢华的浴室，豪宅的五件套，云石一体过的洗手盆，收纳量是绝对够。电话在这里插电，上面都可以有些残架继续摆东西，有两仙镜柜，公婆各占一个，洗手盆下面还有些柜，而最特别呢，化妆台摆了在这里，隔离还有一个冻柜可以摆放一下化妆品，可以跟个朋友仔一起坐低慢慢聊天慢慢化妆。同埋佢系做咗四分离嘅设计啦，一个就系按摩嘅浴缸，一个就系淋浴区，佢都系用玻璃面嘅，行入去俾云石包围住，然后啲水洒落嚟，有种奢华嘅感觉。坐厕区几特色，可以挂下啲毛巾，坐喺度思考下人生大事。似呢间屋1991尺，接近2000尺嘅四房双套，只全就4到5万蚊一尺。你估下发展商有冇机会突破高位？今日嘅时间就咁多，欢迎留言话我知，拜拜。